技 YouTuber 酷自来台定居后就常拍摄在台的生活日常，同时也交了台湾女友菲欧娜，两人至今已相恋五年。不过日前菲欧娜无预警发布影片，宣布已经和男友分手。菲欧娜在影片中透露，她与酷在这段关系中都共同成长了不少，双方也为彼此改变迁就过，但两人在成长过程中开始思考人生，而酷也发现菲欧娜并不是那个对的人，担心继续交往会耽误彼此，于是思考一番后才决定分手。菲欧娜知道自己没有自信改变成为对方理想中的对象，所以双方和平的结束了关系，并非因为在结婚生子方面达不成共识。她透露自己会趁着酷回法国的这段期间收拾行李搬走，期间还忍不住激动落泪，但无论如何她都很感谢酷这几年来的照顾，同时也希望对方能够过得幸福。Bye.